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家国 Toby。 我们今天会望的单位是星钻的低层 A 室，实用面积582尺，属于两房间隔，大家一起望下。由中国海外及事件合作的星钻是在2016年入伙，单位有一个很阔落的客厅，连接露台，走出去露台就会见到一个开扬的景观。这个单位的客厅会连接开放式厨房，令到客厅望下去更加阔落。客厅有对流的窗户，另外更设有工作平台。开放式厨房设备齐全，大有明窗，同埋非常之新净。沿住走廊行，我哋会先经过洗手间。洗手间是浴缸的设计，大有明窗。客房的面积都够实用，可以放到双人床同埋有衣柜位置。大房望落去就更加阔落同埋实用，更设有衣柜位。如果大家看了这条片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联络我的。